太阳能触控的腕表，那再次呢，也带给大家一个创新的未来，希望大家跟我们一同来见证。不过呢，1999年开始呢，我们也带给大家第一个，我想也是让大家非常感动，而且真的是非常惊艳，就是我们的触控感应的腕表系列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一次真正推出我们的太阳能触控腕表呢，也奠定了我们这一次在我们的触控感应腕表的一个重要的领域。所以相信很多朋友今天都跟我们一样都非常的期待。 但是很重要的哦，这一次呢，我们整体的这个太阳能触控腕表系列呢，带给大家的功能呢，真的是非常的。